今天访谈主题是想要聊聊你对职涯一些想法。我在银行工作快一年了，与其说喜欢，倒不如说理所当然，因为大学就是念财经系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份工作。虽然我现在穿这么正式，但其实我大学也是玩热舞社的，那时候真的很疯哎，就是不管你再苦再累，你还是会去夜练，你还是会去办舞展。所以你问我，我真的很有热情的投入一件事情，一定就是舞蹈。当然想啊，每次在西门町练舞的时候，都超级希望被别人发现说，哎，这女的跳得很厉害。然后就是想说，哎，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加入 Royal Family， 就是一个超厉害的舞团。你打算怎么实现这个梦想？其实目前没有具体的计划，但是自己其实很挣扎，因为现在不做，以后就没有机会做了。但也会想说，那万一失败怎么办？那我们这个访谈差不多结束了。那因为等一下我要去练舞，可以跟你们借一下化妆间吗？好奇耶，怎么会放弃台大研究所去当饶舌歌手？那时候我心中有一个专辑的概念，所以后来就觉得如果不做的话会真的很可惜，然后以后可能老了就会一辈子想着这个遗憾，所以就毅然决然就是休学去做专辑。你怎么会确定这就是你的热情，就是你人生想走的？其实我觉得热情不用特别去找吧，因为它就一直都在，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生胜利组，就是因为你本来就很有才华，但刚好又有机会可以被大家看到。谢谢。对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游戏这样，然后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玩下去？对，那我觉得要玩得好有三个关键，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才华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有热情，然后再来就是 chance 机遇这样。那对我来讲，才华会比较残酷一点。像其实我也很希望我超有唱歌的才华，我比较没有，但可是我会挑别的方式来做音乐，因为我的热情是在音乐。那机遇的话，就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，那我们就是一直去尝试，一直去尝试，终究会有三个交叠的一天吧？吗？那过程中当然也会有辛苦的地方。他有一句我前辈 RPG 讲的话，他就说真正的专业是要稳定输出，然后就是每一次都要80分以上，即使你没有感觉，你还是要把它做出来。但其实我现在很苦恼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现在工作去追求我的梦想，不然可能最后就没有机会。但回顾到我们当时，就像我那时候休学的时候做音乐，我也没有抱持着说哦，我要以这个为我的专业这样，那我只是真的很热爱这个东西，即使没有人挖掘，我还是会做的。我相信对跳舞也是这样子。那你是怎么变成饶舌歌手的？对，其实就是去学习。那我觉得其实学习的正道就是自主学习。我特别喜欢是找那种已经有一整个 course、一整个系统化的教学，对，那种是。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幸福，但相对的也会竞争力很多竞争，因为大家都变很强，所以你就要靠着你的自学力和你的热情，然后就是打造出自己无可取代之术。我觉得刚才聊蛮开心的，然后现在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我们要不要来各来一段这样子？真的假的？三个雨刷。OK。OK 哈。OK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会不会太中意了？问小兄弟对我倾诉，说他心中有洁白和音符，洁白和倾诉，让他不清楚如何拼内心全白的拼图。Let's take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now。
十年前我也经历过你的煎熬，我想学的诀窍学校老师没教，哪里才能学到高手唱的绝招、yeah、一路跌跌撞撞寻寻觅觅碰碰壁壁 It wasn't easy， 但我爷爷教我活到老学到老，跌一跤没什么大不了， It's about love， 网络是我教室， Hip Hop 的传教士，社办是我们祷告室，靠彼此体温取暖也可以滚烫， Now that I shine like the sun， You ain't got a trip to get it onYou ain't got a trip to have some fun. It's all about love, love. It's all about love, yeah. You ain't got a trip to get it on. You ain't got a trip to have some fun. It's all about love. It's all about love.